见呀，老公。呀，今天咋合计跟我爸吃饭呢？这不是好久没见了吗？哎呀，喝了酒了今天。怎么样？有点品味啊。虚伪。哎，你们来真早啊。叔，你咋来了？今天不找我吃饭吗？哎呀，爸，你快坐去吧。什么情况这是？你爸和我爸不是没见过吗？所以今天让他俩一起喝点。能行吗？有啥办法？不好意思，走错了啊。哎，兄弟，眼熟啊。啊？哎，别说，我也有点。这一刻突然变得好熟悉啊。此时此刻，恰如彼时彼刻，竟能如此相像，像，太像了。这台词咋这么熟悉呢？让子弹飞，还有歌词呢。快坐下。哎，又大哥，真是你呀、啊！咱哥俩都20多年没见面了。那可不，哎，大哥，你也来吃饭呢？对呀、啊，就这桌。哎呀，这不巧了吗？我也在。哎呀，叔叔，这是我爸爸。哎呀，你是豆芽的爸爸呀？哎呀，你是石胜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亲上加亲了，叫爸。哎爸，叔叔，刚好我给大家选的喜力帕口，不光口感好，上档次，颜值还高，特别适合二位这样的成功人士。生了我俩可不太成功的。虽然这么多年没见面了，但好兄弟还是好兄弟。更何况啊，马上就要亲上加亲了，听你们年轻的词儿啊，今天我俩是非常非常的欢喜力啊。没错，叔叔，今天咱是欢喜力满分。爸，叔叔，我们一起碰个杯吧。干杯！干杯！今天真是太开心了。真的，大哥不行啊，咱俩得拜个把子，现在就拜。哇，干嘛去啊？他买单去了，今天这么开心，咱们两位老朋友好好聚会。还记得20年前咱们班的班花跟我一座，被你呀、啊、用一块橡皮就给换走了。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？他呀，他后来和我结婚了。哎呀，大哥，还得是你呀。